根据上一次的设计，我打算改一下颜色，红色阴影我打算用比较暗浑浊的，不是很鲜亮的红紫色，也就是混合肤色，红紫色比较暗淡的红紫色作为暖色系，勾画阴影。而树我打算用一个深红色，深红色来勾画树，是纯色的明亮的，不沾任何颜色的勾画树树枝和云朵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是设计，然后我的画画原则是从我只要兴趣的一点开始，比如说先把树的形状给勾出，我这个树和半橘颜色就比较混的，把树的树干树的形状决定下来。树的形状对的，这个是阴影的，是这样的。有空，这些是空白的。这个是阴部的，这一个半圈水分不够了，加点水。这是树，这个树完成了，然后再决定阴影啊，阴影就是那个树干，阴影我打算阴影从这里开始。顺便就把它勾画了，这个栏杆的设计图，有点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栏杆设计图我准备画这一部分的，我准备上次勾画的
这一条栏杆和这个侧流控，然后这里噔噔噔噔噔，好行。线条与云影结合起来，我比较喜欢这种的感觉。然后，底部这里有一条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当当叮叮。这些是那个，是那个阴影在那个吗？在地面上，那边这，往上，上面看那个，这要衔接。这一块，这个，整放这里。放这里，我放这里，我比较喜欢放这里。不是，改的线条这里比较明显，把它搬去放这里。然后这里有个阴影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嗯，勾一下它的。So close up. Don't need to disturb you.